HTC 近日发布全新旗舰级智能手机 The New HTC One， 内外用料讲究，外形以全金属打造，质感美观度出色，内建高阶配备，并加入更多实用崭新功能，是近期最令人惊喜的智能手机。全新的 The New HTC One 以一体化无缝全金属机身打造，厚度只有 9.3mm。配合人工体壳的弧度，令手机的手感极佳。整机尺寸为 137.4×68.2 乘 9.3mm， 重量仅为 143g， 纤薄的机身令用家单手操控的时候更加灵活。颜色方面设有黑、银两色，其中银色版本在配搭 4.7 寸的屏幕之下，凸显出黑白分明的感觉，而且表面包围的边框特意以斜角打磨，更能够带出时尚而且高质感视觉效果。加上扎身设计，令手机边框感觉较细小，而且显出大屏幕的观感。全金属机身加上弧形设计，令边框更窄，冷酷加上手感十足。机身正面上下方均设有扬声器、前置视讯、光源感应和隐藏式 LED 指示灯设在上方，而下方则设有返回键和 Home 键，而双键 Home 的时候可以切换或者关闭背景运作中的应用程式。另外开关键设在顶部左上方， Micro USB 接口则设在底部较右位置。 The New HTC One 拥有 4.7 寸 SLCD Free 全高清轻触式屏幕，支援 1920×1080p 像素，并提供 468ppi， 提供清晰细致的画质，色彩自然，色温准确。采用 Qualcomm Snapdragon 640核心处理器，最高时脉为 1.7GHz， 以 Crate 340核心设计，采28纳米制程，而且内建更快的 Adreno 320 GPU， 令手机内建自家设计的 SenseFi 系统更稳定畅顺。配备 2GDDR2 记忆体，并提供 32GB 或者 64GB 两款容量选购。 The New HTC One 特设的 HTC Blink Fit 首页，令用家在空闲的时候可以随意浏览经整合的各种资料，打造自己专属的即时动态内容。用家也可以挑选出自己喜欢的社交网络、新闻或者摘要以及相片等资讯，由个人 Facebook 内以至各层面的新闻资讯，相关内容将会即时显示在手机的首页上，随时得知所有动态。同时 ，The New HTC One 采用自家设计的 SenseFi 系统界面，主要由三部分组成，是首页的 Blink Fit 向左拉动，进入自定应用程式界面，自行切换排版。另外，内建的备份功能同样为用家度身订造，用家机内的大部分设定，例如首页排位、账户资讯和电视监控设定等，亦可以备份在云端应用。 HTC 在手机镜头方面进行优化，自家研发特殊影像技术 Ultra Pixel， 以400万像素直接输出，而非以插直技术令影像像素提高。 Ultra Pixel 镜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，分别为 F2.0 光圈镜头、 Ultra Pixel 感光元件和 Image Chip 2影像处理核心，能够捕捉多出 300% 的光线，令相片品质大幅提高。加上优化的背光和低光源表现，令 HTC One 所拍摄的相片更为清晰悦目。 The New HTC One 采用的 Image Chip 2影像处理核心，令它的自动对焦成像速度更为快捷，而且配合多轴光学防震功能，有效降低相片出现松、郁、蒙的情况，令影像素质保障和减低光噪。另外提供 HDR 录影功能， 84dB 的动态范围，最高提供 1080p 或者 30fps， 令 Ultra Pixel 镜头在不同情况下亦能够拍摄高质相片。除了在拍摄硬件进行大幅优化之外，手机在拍摄工具上亦加入独家的 HTC Sui 实景上报功能，当用家按下快门的时候， The New HTC One 会自动拍摄最多20张相片和1.3秒的影片，
令相片浏览的时候更加新奇活现。此外，在动感相片集，用家可以自行选取13张相片，系统会自动整理特定的相片在影片之中，加入背景音乐和过场效果，制作出一段大约18 MB 的 MP4 影片，效果一流，而且简单方便，并可以即时输出档案分享在网络上。音效方面，手机加入 Beats Audio 以作优化，仲配合 HTC Boom 3，加入双前置立体扬声器，避免用家放在桌上使用的时候音效作假影响音质。另外，内建的专属高效能扩大器，将 The New HTC One 置在30-50cm 距离播放环回立体声音效，它的效果明显，并可以将音量调至最高。扬声器所输出的声效仍然厚实，比其他同级机种更响亮和质素更佳。The New HTC One 内建了双麦克风，能够侦测不同环境的噪音，并且动态强化通话语音作为音量补偿，令用家在不同环境亦可以得到更清晰的通话品质。此外，为了方便用家操作电视和机顶盒， The New HTC One 机顶设有红外线装置和内建应用程式，提供过8种品牌支援，而且佩戴简单方便，大部分机型只要30秒就可以完成设定，非常实用。